来来来，碰壁的故事，洛丽塔，你有碰壁啊？有啊，碰很多壁啊。比如说像这个，我之前就曾经因为不够红，然后结果工作被换掉。就之前有一个活动要找我，然后厂商就先联络我，之后就跟我说，哎，我们真的很喜欢你什么的。然后一谈好，他一见面他就谈说这个活动就指定要你了，然后就非常的开心。然后那时候他就说，哦，可是他说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，想要那种姐妹淘的感觉，他说你们有两个比较要好的女生的朋友可以找来，那我们一起来这个活动。对，那我想说，当然 OK 啊，可以跟朋友一起赚钱，有什么不好？然后就当下立刻联络了两个我觉得要好的这样子。就过了好一阵子，什么都无消无息，对，都没有再联络我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因为这种事情其实很常遇到，我就想说，大概这个工作就是取消了还是什么的。然后那时候我还觉得对那两个朋友很不好意思，因为那时候我跟他们讲了以后，还叫他们留时间。对，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想到这件事情，我就打电话去跟那两个朋友道歉，说，哎，真的很抱歉呢，就是之前推荐你们的工作，可是可能没了。结果他们就说，啊。有啊，有啊，不是那天几点几点要到，要穿什么吗？结果才发现，哎，结果只有我被换掉，是你介绍他，介绍，然后那两个人都有去，这两个人都有啊，就我一个人被换掉这样子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你愿意的话，我就真心话一次告诉你，你的原因是什么？你看你本来那种洒脱、那种干胶的那种感觉，干胶龙的形象，对对，本来很好嘛，对，直爽，直到强强一出来。出来，你这个变成一个傲跑了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是核弹，你怎么样？我反不起来，我靠你！那是他的表演，我不你看啊，结果你那表演，你们还同台过，我心想说，洛丽塔今天会不会被激发了？结果他完全没有动作，对，整盘拱手让人，比较客气了，因为风会怕太吵，会怕整个太吵这样子，对啊。除了综艺节目之外，我也是像那个耀成一样，我想要做别的事，我是想要演戏看看，所以我之前就花了很多钱去上表演课这样。哎，真的，他很认真，他都会了，然后我就之前就有对，我之前就有去试镜，然后呢，就是因为是上了很多表演课，然后去试镜之后就觉得很有自信，然后而且我那时候为了那个做了很多。我准备这样子，就试镜完之后，那天那个导演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真的演得很不错哎。”对，那我就很开心。他还说，然后他还说：“哎，待会有另外三个人来，然后他的角色是跟你试的那个角色，他们有那个对手戏，你可不可以留下来帮他们对戏？”我还被 Q 下来对戏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好开心，中了一半，对，我就想说应该就是我了吧。然后我就真的那天就留下来帮他们试完镜之后，就回去之后，哎，就都无消无息。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这样？对，然后我就在自己打电话去联络之后，对方那边也就非常 casting 就不跟我说，哦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后来我们导演觉得说你就是太老了，然后而且就是之后还加了一个说什么啊，你的声音也不太好听啊。因为这样子就被换掉了，哎，就没有，就真的就没有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回家路上，真的是很难过，真的很难过。然后后来终于哦，有另外一个那个电视剧，当时要拍，需要一个就是小角色，很小角色，虽然很小，但他有名字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那个朋友就说，不然我推荐你去拍看看。然后就推了我之后，然后那个导演呢，刚好认识纳豆哥。哎，纳豆哥金马奖，哎，金钟还是金马？金马奖，金马奖影帝，对，配角，然后。那个导演就联络那个纳豆哥，问他说，哎，那个有人丢了一个资料来，他叫洛丽塔，听说是以前是从你节目出来的，他会不会演戏？结果金马影帝帮我挂保证说，我们节目出来的赞哈，一定会演戏。对对，就他这样帮我挂保证，然后我就去了，然后去了演完之后呢，那天导演就走来我旁边，然后就很小声的说了一句说，纳豆骗我。导演这样就太没品了，对吧？利用这个机会干掉他一番呐，对不对？你不用我就不用，对啊，还要羞辱，还要讲这种话。但因为就是当下我就真的觉得对，真的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然后也对纳豆哥很不好意思，因为他就是这样子力保我，然后没想到最后表现出来是这样，所以我后来就很认真，也是花钱上很多表演。所以在艺能界里面，你的疑问是什么？怎么样可以不靠外表？让导演想要采用我，因为宪哥也拍过很多戏，而且宪哥还出资投资过很多电影，当导演当导导过，喜欢啊，专业。其实啊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你是一个很有特性的一个艺人，一开始哦，洛丽塔的一些形象上，刚刚我就讲过了，
你另外一个人出来，他把你顶走就结束了。你看到、哦、少女团体，他是一团顶一团。对对对，没错。有没有看到？一直顶。新苹果乐园完了之后又什么什么的，一代一代这样顶，什么一团一团这样顶过去。旧的人在哪里？你懂那意思？那你要当旧的人吗？只见新人笑，不见旧人哭。爱情两个字，好舒服。古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看过旧人哭？爱情两个字，好舒服。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？知多知少难知足。好了，有解套了吗？对啊，有听到解套吗？对，所以我的意思，你要现在重新去找回你的特色，你要换一点别的，换一点别的，这样有解惑了。嗯，了解了，我要再重新找一个特色出来。